各位钻石爱露营的朋友，大家好。欢迎收看我们这一集的影片视频。现在呢，我人正在高雄市，刚刚上了这个中正积极馆交流道。那今天呢，我临时起意要去一个地方露营，所以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就是如何轻露营、轻松露、轻便露、轻露营。事实上呢，因为是临时起意啊，现在已经差不多是五点的时候了，所以说我必须找一个距离我比较近的露营区啊。然后呢，再加上现在是非假日，所以我必须找到一个非假日也可以开放露营的地方。所以我就找到了一个地方，离我很近，路过一下才50分钟，就是在屏东的颖达农场。达农场，那我也是第一次去，加上我是一个人，它的收费也非常的合理，是算人头的，一个人就200块，车子不计价，所以我想，那这样对我来讲，200块，又可以洗澡，又有草地可以搭帐篷，那就是最佳选择了。所以二话不说，我就出发了。其实现在哈，这个很多的快速道路。所以非常方便，我们可以用很快的时间到达这个郊外啊。当然现在已经有点塞车了，如果你可以避开这个塞车时间的话，那你可能会更加的方便。那今天我的这个轻露营呢是临时起意的，所以什么叫轻露营呢？就是说我不但就是拎个背包就走了，因为我的装备全部就丢在我的背包上，而且我今天开的也不是我平常的露营车，就是我平常的代步轿车，开的我的小红哈。那我就把我的装备就丢上了车上，我就马上出发了哈。那所以说呢，一样的，今天我连电线也没有带，所以也是一个不插电的露营。小可爱，好，这目前已经到达颖达了哈。好，这边就是我的小红，然后这里是他的一个应该是售票亭还是报到处之类的哈。不过呢，好像农场的主人王先生在里面，刚已经打电话给他了，我进去跟他汇合一下。好，我现在到了颖达农场了哈。那我特别找了一个树林区里面，因为我想说早上比较不会被太阳照醒哈。那这是我的小红哈。那这个地方一般轿车都可以到，像我这车也是低底盘的。
那轻露营是什么？我就带了这一包，就这一包，所有的设备都在里面了哈。好，那我们就把它搭起来。这边我要来搭一下我这个美军军木帐哈。买来到现在都还没有搭过，你看这银钉啊，非常的粗壮。好，这是小工具。那我们再看看里面还有什么呢？啊，这是枕头。好，先把这块布打开，铺在地上。现在把这个帆布啊铺在地上了。这块帆布是我自己定做的哈。那其实一般的帆布行业也可以去做。好，那我特别也请他打了一些洞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呢，我在这后旁边有做了一个小小的设计。什么意思？也就是说它有必要的话呢，我可以把它立起来，哈，四边立起来，变成有一个盆形的高度，拿夹子夹着就好了。那这样的话呢，就是可以防虫防水，因为有些时候我们直接铺在地上睡觉，有些时候会担心有些虫跑进来啊，或是说有一些水气跑进来，那你也可以直接的哈，把它这样立起来，有一个像水盆的一种感觉。好了，那这个是我最常用的小桌子啊，也蛮实用的，我把它放着。那它的使用方式非常简单，把四只脚立起来就好了。 OK， 完工。好，简单快速。好，再来就是今天的主角了，好，美军军木。等一下我们把它搭起来，好，放在这边。好，还有一个毛毯，好，这是迪卡侬的，好，也不算毛毯，就是一个毯子，非常的清亮，可今天也不会太热了，坦白说今天也不会太冷哈。最后呢有一个露宿袋哈，这是美军的那个军用露宿袋，是四件的，就是我说的最强睡袋的那一个，它是 Gore-Tex 材质的，不过今天应该用不到，铺上去睡觉可能会太热了哈，我们先放在旁边。袋子的旁边就是美军的这个军木的银柱。那美军军木的银柱比较特别，它是木头的，木头呢上面是铝制的，所以就要小心，有时候很多人一不小心把它折断了，不过它是蛮轻的，倒是真的。好，那我们来把它搭设起来。这个军木买来到现在呢从来没有搭过，今天不是试搭了哈，今天正式使用。那当然呢就是我有特别谢谢我们这个 YouTuber 的朋友陆友的建议，我也去改了拉链。那它是两件的，好，我们大家把它合在一起，来看看效果怎么样。今天的天气呢，刚才来的时候路上有点下雨啊，我很怕等一下会下雨，顺便测试一下这个军木在下雨的时候的情况，这个防潮性如何？我是没有打了任何的蜡，那我本来是想要，我有买了一罐那个喷那个防水泼剂哈。那试试看喷在军木上的效果如何，不过今天也没有带到，因为在我台中的露营场。基本上军木的搭设都不难，因为它就算是一个小帐篷啊，而且打仗嘛就是简单快速。好，那这两个地方就是应该是银柱洞了哈。那等一下我们先把两件雨衣结合起来，好，扣上，好，扣上。那扣上之后呢，我们扣过去，那就变成一个帐篷。好，我们现在把它扣起来哈。扣起来，那它的扣方式很简单，有两个扣，好，两个扣，只要对准就好了。好，那这个有内扣，有外扣，有没有？好，对准它，这样就可以，非常简单。先扣里面的，再扣外面的，那。这种扣具的方式比起这个德军军木简单一些哈，它就是有些时候比较一扣就上，不会比较顺了哈，不像那个苏联军木的时候要把它扣上去，所以一般来讲军木我们是扣上去之后我们就不太打开了，因为下次在使用的时候就直接怎么样，直接把它套上去就可以了。
好，那这边是银柱洞的地方。好，那我们把它套好了，准备来搭设吧。好，基本上呢，这样子就搭好了哈。那等于说，周边下钉两根撑起来，像双峰杖一样。啊，这银柱在这边哈。然后呢，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军木。好，美军军木在市场上是比较少了，然后布的品质也比较差一点，我感觉，因为有的其他军木我都有厚度比较好，所以当你拿到军木的时候，有一些缝缝补补，那也是很正常的，毕竟那都是1980年到现在的老件哈。然后呢，甚至有可能是啊，整块布里面有几个不同颜色拼凑起来的，这两片可能颜色不太一样哈，因为它本来就是一件一件的。然后当然你可以买一件一件凑起来，也可以买两件凑起来。好，那我们现在要把这前庭，因为我这边啊也做了一个拉链啊，所以我把前庭打开啊，所以我还再找两根啊树枝。好，先来。现在呢，我把前庭拉起来了哈。那因为这个附近呢、啊，毕竟是有规划的农场，所以几乎找不到什么树枝，我也不好意思随便给它砍一枝啊。我就捡了一根破树枝。那因为找不到第二枝，那就只好把它立成这样，那旁边就拉绳。那因为晚上有可能会下雨，那我想说也好，啊，就让它啊用这种方式，水可能可以有个导流的效果。那目前就是搭好帐篷之后，我们赶快来把里面把它 set up 一下哈、啊，把它设定好。那现在呢，我们把睡垫拿出来哈、啊。那这个睡垫呢，是我之前有介绍这个史上最强睡垫哈、啊。好，那我们把它装起来。好，那睡垫呢，它是卷收式的，旁边有两条绳子。好，这绳子哈、啊，啊，拉开就可以打开了。现在是我这个从帐篷里面往外看的景色哈，那已经是傍晚了，快要6点了，太阳下山了哈。那我觉得这个景色还不错。那什么叫轻露营呢？我来跟大家介绍一下。第一个就是比较小的桌子，好，那这是随身携带的工具钱，这是一个小的砧板，可以切东西，好。那当然这个灯之前我有介绍过，大家可以看一下我的视频，它是一个太阳能灯啊。那收起来扁扁的，因为这次我来就是很匆忙，我的油灯啊蜡烛也都没有带到。然后呢，这是家里面随便拿了一个保温瓶，我把里啤酒放在里面保冰。那这边呢也是哈、啊，我的 Stanley 没有带，在家里面有就可以。这里面是放什么？放冰块啊，等一下我们可以喝啤酒，可以配冰块。那轻露营呢，就也不太煮了，我就直接买了哈。像这次我买了4个水果，那高雄真的是很便宜啊。我们看看这4个，有苹果啦、水梨啦、葡萄啦、凤梨啦，啊，还有这个所谓的香瓜啦，最后这个啊，对不起啊，我们看看，这拿不太出来。好，好，这个是火龙果，安尼4行是100块有少无？太便宜了。当然我也准备了一个泡面，一直在我家里面随便拿出来的，肚子饿我就不吃了。还有我买了一个那个 Ganon 哥哈，那我放在车上，因为草地上不要有甜的东西，因为很容易会有蚂蚁跑过来。当然我也有一个酒精炉哈，这酒精炉我之前也介绍过，我随时都放在包包里，那就是我如果要加热、要煮热水、要煮咖啡，这个就可以了。好，那咖啡呢，随身包就行了哈。啊，或是可可粉就很方便。那当然这刀子是随身携带的生存刀。那刚才也派上用场，就把前面那根柱子把它砍起来了。那走得也很匆忙，所以我也是穿拖鞋哈啊，所以是非常的轻便。好了，那这就是我的一个轻露营的设置啊，用比较轻巧的帐篷啊，比较简单的不烹煮的概念。当然加热只是顶多烧个水哈。啊啊，煮个面这样的概念。然后呢，目前我在这个地方呢，我们看看里面，啊，这个是我的床垫，啊，芬兰 G
军用的床垫哈。然后呢，这是充气枕，这是迪卡侬的毛毯。那其实目前还没有很冷，好，没有很冷。那有没有蚊子呢？有一两只，好，不过要谢谢，就是我们看前面掉的这个啊，这个鳄鱼牌的这个啊军用的啊军绿色的这个蚊香啊片啊派上用场，应该是吧？我在想哈，我准备了两个，一个不知道放哪边去了。OK， 我要来开动了。